大家好，我是唐嫣，我在电影《赏金猎人》里面饰演 Cat。我觉得 Cat 是一个非常冷艳的女子，然后她有着非常强大的气场，非常帅气干练。她在五位猎人当中也是 boss 的角色，所以遇到任何情况都会是非常冷静，很有判断力，然后非常果敢的一个女人。不如同我哋一齐去曼谷。咩话？在洗清罪名之前，我哋不如联手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阿头嘅位由我做。第一次接触这一类的动作戏，不单单是打戏的动作戏，有很多开车的戏，会有追赶啊、爆破啊、然后跳车啊这一系列的，我觉得是在这部戏里面体现了很多大量的动作戏。这是一部很立体的电影，有悬疑的部分，有惊险的部分，有刺激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搞笑的部分，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元素都在里面。再加上我们这个电影整个制作团队啊、班底啊、剧本都非常好看，都非常的优秀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能够加入到这部电影当中。